刚剪的。以后啊，这不是我不抠它，我让里面长。这个是这个东西遗传吗？哥，我想问一下。哎，有遗传的。就我哥哥也是，我妹妹也是，我们全家我感觉都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能矫正好啊。那是绝了！哎呦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将来你不想修了以后啊，你可以做个矫正。矫正多少钱？一个的话，一次的话是560。一个。一个一次按次收费的。他那个就是直接就能弄好吗？一次。好不了一次，你这个差不多就要两次吧。哦，它是分次。你这个轻，对，它那个产品比较贵。哦。产品的原料比较贵。好了。这里扎的好深呢。这边不怎么疼。你修修吧。行。那没事。